董王喜不喜欢法国？那法国你怎么不敢站这儿了？喜欢，喜欢。喜不喜欢法国？表情告诉一切。不喜欢。不喜欢。不喜欢是这样的，给你是机会啊！你看你那屁呀、啊，那嘴巴跟那鸡屁眼啥的，对，拉风了，嘴都撅的那不成样。这是害羞吗？还是不好意思呀？这手咋啦，小王？你看你那衣服的扣子能扣上吗？啊，以前扣得上，扣不上现在。你不扯淡吗？扣不上。你别再扣啊！马上给我扣封号了。你今天来的给我直接整。整违规了，小黄在害羞的时候还是蛮搞笑的啊！看，特别可爱。法国，法国有什么想法吗？法国，嗯，反正也单身。他都能当亚洲吗？啊？他都能当我们亚洲吗？你看这身高。这个是叫绝，这叫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最萌身高差。那也没差这么多的呀。没。你觉得小黄的穿搭怎么样？反正给。你觉得他到你哪里是好一点了？小黄，小黄今天先买了鞋给他看看。巴黎世界。巴黎世界啊，嗯，买的八，确实不错哦。请看啊，嗯，洞洞鞋，带高跟的洞洞鞋，是吧？对，巴黎世界的，不是巴黎世家的啊。哥，刚才仿佛看着他，那眼神，嗯，那从发自内心的那种高兴。那会吧，啊，我马上把他这个再搞一下，对吧？你看，哦，我完了，刚才高兴的，法务，你从哪看出来我高兴？看出来了，嗯，你看小黄都害羞了，你看害羞了，看看，没事了，你看看人家的脸，不敢看，越喜欢越，就有于这句话叫越喜欢越不敢看，看吧，没事了，勇气，掐我干啥呀？有勇气啊！脸都红了，小王开心吗？小王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笑一个来，给兄弟笑一个。开心跳一个，快！跳一个，对，跳一个。去你的，来法国看，你再来看法国。哎，来给法国跳一个，给法国跳，哎呦，哎，哦，哎呦，哎。没事的，加斯贝雷。哎，好嘞！哎呀，瞅瞅，加斯贝雷，请我给小黄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好，真下水。哎，之后学一学，跟小黄来个合舞，好吧？下次来个合舞呗。听听，学学。来一块跳，好吧？啊？这能力太特殊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饭店。就是那时候很适合，就是情侣这样去吃饭。告诉你一个，下面一会儿告诉你啊。那小黄看一样，来小黄来吃个鸡爪，来小黄来，王小鲁的鸡爪，兄弟，这个零食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就零食比较多，合法。夫妻是什么？合是什么意思？法是什么？法务？合是什么？合什么？什么？合是什么？人家说他像河马。什么？人家说他像河马。合法？对吗？人家长得一合法。人家跟个小兔子一样，是小黄，小黄它属于可爱型，然后还能带着快乐，就以后让你的一些烦恼的、伤心的事啊，让你都没有。来虎皮精，来来，啊，喂，让你更快乐。喂小黄一个来。哎，对，小黄开心吗？小黄开心，感不感谢师傅？感谢。打，还得跳一个。师傅。哎呀！哎，一起跳！呀！开心的给我按摩，兄弟！高兴！哎！哎呀！你瞅你那开心的，是兄弟们，哎呀，来，好，我们一个。
看，给咱徒弟喂一个。小黄叫什么名字？叫红绿灯啊？不，红绿灯，红绿灯的黄。对，他，你别看他400万粉丝，兄弟们啊，他直播间十几万人。对，没事可以去看看小黄直播。兄弟们，王小鲁的鸡爪又有了啊！王小鲁的这个是虎皮凤爪，快点来，快！哎呀，你瞅瞅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肚子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的跳呀！啊好好，行，来，小黄，是吧？哎，红绿灯黄，看到没？就是这个，谁做的？上面红绿灯的黄，点点关注是吧？拿过来，手机在的，跟我讲是吧？自己在这说啊，兄弟们，给红绿灯的黄点点关注，给他破个415万。哎呀，瞅瞅。瞅瞅，你看瞅瞅高兴，吃一个吃一个，哎呀，来，等等，小王等等，啊，涨7000，牛逼！好，那个给大家看一下王小鲁的鸡爪，不行，兄弟们，这个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虎皮，你看有多软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说这，你听我看啊。你说老子不好吃，嘴也不好吃，吃饭都漏。一个里面几个？5个左右。这个贵哦，兄弟们啊，一说就没了。一袋两个就29.8块，你可以去超市看。我上次外卖超市这一袋是多少钱？超市的3多块钱。34.8块。就这么一袋，今天想着我给大家看看我上次外卖两袋，200克的。3袋，给你看，大家都买过啊？买过一袋多少钱？想个3袋、4袋，这小的啊，这105克的，这个都是200克的。大哥买的是100多克的，买了几袋？花了多少钱？你先卖啊！想个是3袋大的，1袋小的，69.9块。大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上次买的是105克的，大哥买过，叫外卖买过，看啊，我看一下看啊。来看，我上次叫外卖买的王小鲁的鸡爪，看105克的两袋，105克两袋多少钱？35.8块。105克两袋的，一袋是105克，两袋是不是210克？这是小的啊，35.8块。兄弟看啊，我们这是小杨，这是200克的，200克的。我刚才是说33还是34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吧。所以小杨哥今天是200克的一袋，等于大杨哥的6袋，对，等于你的6袋，再加一个小袋。我不是等于两袋啊，比他少了30克，但是我又加个小的，对，所以我69.9块。你觉得我的价格合不合适？好，上车啊！